你去问他。他进去问他呀。出来，走出来，走出来了。他走过来了，他走过来了，他走过来了。啊，真的先喝水。喝水，喝水，那里有一个小水池。你们好，每个很多拿这种买这种，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是专门都是拍这种东西。你要拍的话最好用相机啦，手机也可以啦，相机比较方便。相机比较方便。嗯。看你这支相机一台多少？几万块要吧？它画质好，还不错。它是触控。你要看什么？你可以买 Sony、尼康什么都很多啊，你可以去问一下，每家厂牌都不一样。Thank you.
去了。